听说长白山坚持每年大概只有90天能看见，那我真是人品爆发，在二道白河第一晚就看到了这样的晚霞，绝了。第二天主峰天气晴，山外冰封的天池把画面美成了偶像剧，而剧里还有个彩蛋，你可真是狗生无憾。你也来了。这个从山海经里就拥有姓名的古老山脉，没有辜负他名字里的浪漫情怀，长相守到白头就是长白。天池下第一场雪那天，距离他不到60公里的森林里，秋意还正浓。这个森林里现在就缺一道光。来了，光来了，然后苔藓上的蘑菇就变得很可爱。顺着这条隐藏路线一路向前，油野和古老的长白山一起轮回的自涌涌泉，冰雪融水在火山玄武岩地下熔绿沉淀，仅约30到60年才能一见。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长白雪天然雪山矿泉水要把水源地放在这儿了。我盯着那个不停冒泡泡的泉水盯了很久，你说它是不是在引诱我？你快来尝我一口。它的味道像森林里下了第一场雪之后，你抓了一把酥软的雪花放进了嘴里。沿着大自然搬运工的水源地旅行，总是有惊喜。什么样的水源就孕育什么样的生命。在长白山第一场落雪之后，我喝到了如同酥软雪花的味道。长白山的冬天开场了，我想让你知道。